三个好朋友，在喝下午茶。回家再看好不好？可以，回家再看。人还没来。现在很喜欢吃小芳做的手工饼干，有没有好吃？我很想跟你做手工饼干。对呀，我可能帮你吧。海鲜口味的沙锅，不要玩水了，它上很脏。啊，好脏！对对对对。
一套是照烧鸡丁饭，那个口味还不错。珊珊，有没有很喜欢喝草莓冰沙？那个小心。那个 S。啊，吃。嗯，吃。西黄太适合你。珊珊。你吃啊。你教练。珊珊，你在看什么？在看书啊。主要是机械零件。